鹿港文武庙是一间由镇公所管理的庙寺，奉祀文恒圣帝甲文昌帝君等等。由复兴行善家陈永聪创立的十方功德行善团，奉着神明的指示，将来迎请武庙供奉的文恒圣帝分灵到会馆奉祀。这也是鹿港文武庙头一届举办分灵仪式。手持清香，诚心敬拜，这是鹿港文武庙头一届办理分灵仪式。陈永聪创立十方功德行善团了后，帮助真多无丧葬费甲贫困济难救助团里面，得到社会热烈回响。这个嘛伫五年当中，得到神明的旨意来迎请武庙神尊分灵，希望会当保庇行善团日后行善更加顺利，帮助更加多社会基层无助的民众。团内底有1500人，其实应该是一个要算超过2000-3000人。啊！伫做伙咧做爱心，哦啊！所以讲，我嘛想讲，啊，都伫做这三年来，其实咱行的拢是帮助快乐，是拢无上障会，哦啊！伊伫啊想讲无来恭请咱帝君，哦啊！甲我因为我文主我都咧服务，当然了，范江的主任委员，我嘛要请阮丢潜水啊来训练几下，伊也甲我镇守，啊嘛借这机会会当帮助啊，跩十方功德行善团跩团员，大家咧做爱心，我咧付出，哦，会当安尼。平顺啊，大家快乐啊，大家平安。镇长表示，这届十方功德行善团迎请鹿港文武庙文恒圣帝到会馆奉祀，希望会当保庇行善团日后行善更加顺利，帮助更加多社会基层无助的民众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